咱即马阁继续来讲即个第二个单元吼，就是讲接受到即个灵体医学啊，进前所讲的。咱既然啊讲到即个灵体医学，咱就讲即个灵体问题。灵有伊的即个灵质啊，讲到即个魂呢，咱会用讲啊有关咱人的气质啊。讲到即个魄呢，咱会用归纳到咱人的体质。咱即马慢慢来讨论一层一层的关系啦，我做一个提示啊，比方即个灵体用涵盖着即个气质，气质呢也用涵盖着即个体质，这意思就是讲灵质涵盖气质，气质涵盖着体质，这魄啊所表现出来的即个啊做病体啊，即个病啊疾病啊。是咱人的这个结构体以及是机能啊，就是伊的功能方面是由这个魄啊，咱人的功能方面是由魄表现出来。就是咧讲一个人伊的消啊，伊的这个真正的机能无好呢，也是讲伊发生肝病也好，还是五脏六腑的这个毛病啊，咱两拢归类在这个魄的作用，这个魄啊，所以魄叫做 function 就作用啦、机能啊、意思啦。啊，这个撇所反映出来，这个缺陷是属于功能性啊，所以机能性的、功能性的啊，器官的完整以及着这个器官的这个缺陷啊，是由这个因果所连带形成啊。搁再一个原因呢，是透过这个父精母血啊，精血结合啊，伊的这个经济啊发生问题。这是归纳起来，我那是大部分讲起来是因果律啦，因果律一部分一小部分是叫做偶然律啊，偶然律就是讲到在这里啊，做无预定中间所发生的，就是偶然律啊。这个中间我那是牵涉到是九万的因果带来啊，当然呢这个成品啊，那包括咱做人的这个。规定这精品总是有一挂瑕疵啦，所以呢，咱嘛是用讲，因为这个瑕疵都是因为偶然力的存在啊。这地面用人间这药物都用来调整啊，也是讲以人间的方式都用来医疗，但是总是要达到一个程度啦，嘛无到100%的复原啦啊。所以这有关于到这个气的问题啊，有关于到这个魂魄的问题。咱即马讲魂破病啊，魂破病是人间来讲，就是属于精神方面的这个毛病。想讲七情六欲出三种的病，但是在器官方面并无发生任何的损伤啊。像精神官能症、精神病、心理障碍、痴呆症啊，老人痴呆症即马上多啊，叫做 idiot。那么这些都是魂呐。灵魂的魂所引起的这个缺陷，带动这个反应的这个症状啊，症候啊。这个魂的面顶有一个灵的哈，灵所产生的疾病，这个疾病呢，伊的这个在改善啊，都真悬啊。伊是在心灵上所引起的一种障碍，超过精神障碍、甲心理障碍的这个改善，达到这个灵障碍的这个层面。咱会用甲称呼讲，这就是叫做灵障哈，灵障啊。那么灵障呢是什么病呢？灵的病呢？灵的病在咱这个灵体以下来，这是上重要的一个主题啦。哦，咱个倒转下来学习这个，这个灵啊，藏在咱的大脑内底，在产生这个分析灵魂的意识，在透过这个魂的这个啊，透过这个魄的产生。灵涵盖着这个魂，魂涵盖着魄。那后天的人，伊的魂的重要性那大，所以魂往往呢来影响着灵。这个魄嘛往往去影响着魂啦。所以这个魂影响着灵，甲先天甲后天的路段断掉，伊变做凡夫造作。这个意思就是讲这个。这个叫做灵魂魄呢，一层比一层呢下较悬。灵一部分变作魂，魂一部分影响着变作魄。到尾啊，咱即马做人，咱变颠倒行，就是讲魄去影响魂，魂来影响灵。
所以变作凡夫走遁伫这个啊万多流轮回内底咧，伫遐咧交加无法度出苦。那么医病啊，法度治疗灵的病咧，魂的病，这个撇就变作无啥物重要。就是讲，这个撇所引起的都无啥物严重性，叫做机能障碍性疾病啊，就没关系啦。就是讲，医好灵病，都用涵盖着这个魂的病；医好魂的病，都我都涵盖着撇。思想真高调的人，到一个智慧阶段，用影响伊的思想，控制伊的肉体，控制肉体，就是讲无受到肉体所影响啦。啊，这个人。伊讲讲是一个铁力家、思想家，伊伫在即个肉体所有的痛苦，对伊来讲是激发着伊的即个潜在的能力、潜能。但是一般人拢颠倒病，一般人呢，啊，拢为着片面着痛苦来出卖伊的灵魂呢，凡人甲圣人差别伫即个所在。凡人啊，注重是即个皮；仙人注重是即个魂啊；圣人注重是即个灵。这三个阶段，三个阶段啦，差别真大。所以咱今日叫做灵病啊，这就是灵障。什么叫灵障呢？灵障呢，就是在修道思想突破到智慧及觉悟的这个过程，产生种种的差错，就是讲伊所觉的范围偏差啊。所以修道修到他个歹去嘛，真济啊。智慧在开发的过程发生了这个魔苦啦，魔苦影响伊后天甲先天的道路，这非常难以说明。这个医学的灵体要考虑到这个灵影响甲肉体的关系啦，啊，所以觉悟甲这个灵的境界，啊，境界肉体都有法度忍受一切人间的这个痛苦。这个意思就是讲，咱啊甲觉悟甲这个灵的境界。肉体的痛苦对伊来讲一点啊感觉都无啊，所以咱看到这个啊做啊《太虚大师传》啊，《太虚大师》啊，啊《太虚大师》伊受到这个种种的肉体折磨啦，甚至叫人拍到鼻拢耐落来，伊分伊的灵由太虚之间啊，搁倒间来发现讲伊的肉体耐落伊嘛感觉一点啊痛苦都无啊。这就是伊的灵，已经我都涵盖着伊的魂啦、甲魄。这本册是要讲到这灵的方法来治疗身体的这个毛病啊。灵既然是一种高超的智慧甲觉悟来，这方面要来治疗身体的病体、身体的破病毛病，拢都要对思想的这个魂做渐进的功夫啦。咱讲魂啦、甲精神状态影响着咱的这个魂体、魂灵魂的魂啊。因为思想要够有法度用感觉啊，但是到这个智慧甲觉悟的阶段是无法度用肉体来感觉，用精神上的一种感，这款知觉超过这个肉体的感觉啊，以灵治病范围达到一个高效率啊，咱会用对天灵气功这个方式来讨论啊。天灵气功是天地教在讲做气功治疗的一种方法。天人天罡第一个爱开天门，对这个性窍、进窍，然后开了，开了了后咧，天门伫咱的头壳顶中间就拍开咧，性窍咧，就是伫咱两眉之间，两眉之间实际上就是魂的这个所在地。天门是咱灵的所在地，啊，两眉之间是魂的所在地，啊，灵的所在地伫遮。咱咧甲大家放光加持的时阵啊，就是用降咧。对这个顶面啊，对这个天门呢啊，魂的所在、灵的所在地，甲灌入去，然后透过心窍，真正用三支心尖啊，刺激产生灵甲魂的运动呢，灵甲魂的运动，希望伊对这个精神层面来做较啊彻底啊，人讲较彻底性的这个反省忏悔。所以这个动作实际上是在唤起着心灵上的一种知觉，透过大家有效治疗肉体上的这个毛病啊，透过这个气的加持，产生一种热力。咱这个脑就产生电脑哈，脑部产生电脑 IC 板，经过这个加持呢，这个 IC 板的这个回路啊非常畅通啊。也用讲呢，
啊，有形无形中间唤起到伊个良知啦，因为良知个唤起，全身的这个气机发动，咱的这个光呢，会加持在这个啊大柱啊颈椎的地方。后壁咱望这个脚趾边骨吼，有一个特别凸出来的所在哦，这叫做大柱两寸骨，伫这个脑后壁啊，啊，伫这个脊髓，伫这里啊做。颈椎的地方有一个特别凸出来，迄条叫做大柱啊。咱大家搁甲放光啊，因为这个大柱咧啊，这个颈椎是属于末梢神经的总枢纽，总枢纽啊，这都是脊髓中枢啊，脊髓神经的这发围啊，经过动脉系统来去激发这个动作，是属于比较的甲后天的，由先天动作甲后天，这先天啊，这零按金针。这魂后壁大柱这在这撇啊，所以天灵气功重在这三个所在啊，它个点两眉中间，这魂的所在、灵的所在、撇的所在啊，对先天动作加后天，这是有根基啊啊，所以啊，咱那里工作的人，伊本身天门嘛爱拍开啊，已经啊拢拍开，经过一百天修炼，有一个基础。好，我都用慈悲心来吸引着宇宙的大能量啊，来放下在对方身躯里哈。这个上面我所讲的名词印证呢啊，原来呢，这天灵气功是灵魂的这个魂治疗，加上啊，加上天灵气功呢，不一定讲是爱家己的肉体整个病治疗好。最后就是要激发到伊的灵体啦，啊，使到伊这个肉体产生再生力啊。治疗好时受到的这个啊做感动，受良知、良知的这个啊做激发啦，啊，经过伊个人啦，啊，咱也是用要求人来甲咱治疗，咱良知上咱有得反省忏悔啊，啊，这个效果咧会用讲不可思议啊，啊，伊本身就用产生将气机调息的这个目的。所以一个心平气和的人啦，伊无容易破病，至少无容易破大病啊。接着受气都受到这个魄力的影响，这款人快破病，因为伊受到本身的良知以及理智受到涵盖，受到控制，受到意识影响，叫压迫者。所以伊破的病，伊他生的病会真久，真侪病拢是伊心生啊，是这个道理啊，是这个意思。所以，咱个这个翻过来，那咱个个大家介绍，所以这个灵体是在觉悟个智慧的阶段啊。这个魂啊，是这个心理障碍思想的阶段。这个魄就是动力个机能的阶段。咱若讲建筑干这做呢，这都是属于魄。啊，咱若都建筑干这那样做啊，啊，魄在控制咱人的思维啊，这个人含禽兽同款。啊，到尾啊，都是凭着感觉在做事情，这真危险，社会动乱就对了。所以讲，灵魂这撇，灵魂这撇，就这个意思啊。那你嘛，搁在这个魂啦、啊灵啦、魂啦、啊，别搁做一个说明啊。是头前咱提过，这个灵是藏在咱脑的大脑之中啊。这个魂啊嘛，是这大脑内底，是受到灵的这个激发出来。是咱这个前额的范围，叫做 frontal lobe， 叫做前额叶啊，前额叶的范围啊。这个皮质对这个细胞透过呼吸啊啊产这个燃烧产生的这个动力叫做气魄啊。所以讲吼、哦，这个胸腔啊大，喘气大，所以讲才有气魄啊。但是啊，更多感觉到这个气魄个变作气喘啦啊，所以注意，咱说出来动力。燃烧出来的动力叫做魄力啊，魄力啊，所以咱就知讲这个魄就是机能啊，它是一个机能性的这个能啊。所以讲，如果透过这个运气的运作来，这个魄的啊是会用去予这主场所留来，主场的所在就是咱讲的这个丹田啊，丹田啊，丹田下丹，这个是激发场。在这个地方激发的地方，这个下盘的地方，在下丹田的地方是一个储藏能量的地方，我们讲的是丹田啊，叫做肾真动气、心肝动气的所在了啊。啊，几下呢？啊，有人在讲讲啊，就是多在下一寸半，是讲三寸，反正是这个范围啦
啊，一般就是下腹部啦。所以有人讲，打坐的时阵啊，能量开始发动，小腹有发热现象，啊，小腹发烧的现象，就是丹田的作用。咱讲丹田唔是集中伫对一点来做明确的指标啦，啊，所以这点大家爱，就是它是一个有一个部分的范围啊，部分的范围，啊，过来咱来讲这个肝肠魂啊，肝肠魂的意思。肝呢是属于一种精神性的思想，啊，思想跟忧郁伤肝是思想治病的经验法则啊。这在中医嘛讲得真清楚，啊，唔是讲肝脏要藏一个灵魂底下啦，啊，唔是这个意思，就是讲咱讲的中医讲这个肝啊，是一个啥呢？一个系统，是一个思维系统，是一种精神性思想上啊，思想啊个心理方面的系统。那么肝脏呢？啊，肝肠这个肝脏是因为肝脏的区域是由肝经，肝经经过的地方最大的一个内脏啊。啊，你西医啊啊要翻做中文的时阵，就经过日本人来翻呢，日本人就想讲啊，这个肝啊就是这个啊，他把它一个固定化，他叫做讲肝啊，这些所在啊，所以讲肝它是一个系统啊，是一个精神啊心理。啊，思维的一个系统啊。那么肺肠魄呢？肺部是魄的这个运作工具啊。这个细胞因为就是对种呼吸啊，用后天的空气来呼吸的工具啊，工具经过呼吸了啊，新陈代谢的氧化作用啊，产生一种能量啊，所以。产生一种魄力，所以魄就是动力啊，啊，靠什么？靠肺部啊，靠肺部的呼吸啊，引起这个魄力的这个运作啊。那么这个魄力呢，可以经过呢磁场留在我们的丹田啊。这些话在灵体医学里面占了很大的内容啦，用主高一来丹经的这导师啦，加州讲到这的代志啊。啊，咱今仔日呢，大概上明白个伊这个指证出来啊，所以今仔讲的嘛是天上在温课的范围之内啦。安尼，咱都有法度非常明白，这个撇的出入路线都是伫咱的这个啥啊，这个啊做细胞，这魂的出入路线都是伫咱的这个啊两眼之间啦啊。啊中心点是两眉之间的性窍啊，性窍。我们出去路上，就在经络学叫做百会啊，百会之地，是这个头颅的顶端啊。稍微凹下来的地方，自己摸摸看啊。如果凹下来的地方非常明显啊，我该看伊脸的出去，应该是比别人较有法度畅通它掉。所以额头有眉毛的地方啦，啊，特别凸出来。这个相信这个魂的意识比一般人更加发达啊，所以这个额头这中间这个 area 这个地方，跟魂的这个意识形态是有相关性啊，相关性。那么这个胸部很大，呼吸又深又长，那么这个魄力魄力的发泄嘛，应该比一般人更加强，体格啊也比一般人较魁梧。比较臃肿就对了啊，然后这人气魄哦，这人的魄力，这个肺部啊，肺活量都特别大啊。这点会用做相对性的比较，透过修炼啊，伊的这个小腹啊、小腹啦，会带有弹力，会有一股气存在。就是讲伊的撇透过这个魂的修炼啊，结合伫这个丹田的所在啊。咱有家就知影讲，这个过去以前的修炼练魂与戒品，把意识的力量透过引导，把所有的这个气场魄力储藏在我们的丹田啊，藏在咱这个丹田里啊，产生一个影响到这个四肢以及这个外界的这个应付外界的力量。这本身咱人本身就用造就一个磁场啊，一个能场。这个能场的修炼来，以这款修炼要是偏在着后天，
啊，咱这个躯壳的身体、肉体上的这个锻炼。咱若讲到天地教的这个极尊法门呢，伊是偏在这个头部、脑部的锻炼，伊是练灵啊。啊，只要在天门一拍开，透过咱的念力以及的愿力，加上奋斗的力量，奋斗力量包括着这个祈祷、上告，以及行动付出的爱心、慈悲心，会用加强着咱这个能力的运作。啊，这点真重要。啊，有无了解的所在咧，在各地咧，啊，这个天地教的教义啊，伊真济一挂真济只个册啊，会用加各位啦，啊。啊，做一种参考啊。咱讲到灵，咱的这个天门拍开呢，既然能透过咱的思想到一个最高层的这个觉悟和智慧的现象啦，伊的修行方式就必须要真济这个无形界相信高真来配合运作。咱天地教讲的极尊法门呢，法门呢，伊主要求啦啊，只要要求到这个撇的这个觉性。啊，这个魂的觉醒啊，魂的觉醒啊，就是心理障碍的这个缺口，就是咧讲思想上的这个觉醒，所以伊有我都对后天的这个自信，后天的这个所读到的这些学问啊，以及精神的这个开发的，以及就对师尊精神传承的这个共鸣啊，只要着以天命甲救劫的共识。加上不断的奋斗啦，虽然伊无达到某一种觉悟的阶段，伊要不就产生着这个真谛啊，真正智慧。伊要伫这个后天学习的阶段，先获得主动由定而下，由上而下，互你真济这个能力加持呢。是希望透过这个管道来做无形、应化、有形的工作，这点伫天地教极尊法门内底。70%是属于灵的，33%它属于你本身的这个修炼，所以伊是叫做极尊法门啊。啥物叫极尊法门？就是在这个应劫的时阵啊，会方便设施啦。因为这样讲是十分的难得，嘛是即马大海中间以及的全世界种种不管中间它有的这个修炼法门。用精神的力量，要来化解着有形的劫数。这款修行是相当的负担，所以它有相当的修炼方法啦。时间啊，真早就上晚咧。这个劫运还未发生咧，你嘛无法度去练这个极尊法门。就是咧讲，师尊啊，伊应劫落来人间啊，这代。传予咱透有这个极尊法门，所以你看这个时机是不是非常重要？一个处在一个茫茫人，要处在这个被动修行的状态，都有真多主动的能力来加持。加上师尊在咱这个头前的开导啊，你甲看，一时啊，囝对幼稚园的这个程度提升甲灵修的范围的，这中间有足大足大的这个差距啦。真侪人对灵体甲肉体的关系啊，非常无了解，甚至放弃啊！你甲看是毋是真可惜啊？真可惜！这个人是宇宙间能场啊，能场的一代浪费，为着栽培你这个人，用真大真大的这个能力。但是你修炼过程当中，以真无成熟的方式甲放弃掉，当然啊，考虑到这个因果甲业力的这个作祟。但是要了解，嘛因为对极尊法门的无了解、无重视，以及发现的浅薄了，伊无法度来继续精进啊，这真可怜啊，真可惜啊！所以用讲其他啦。咱即马台湾啊，即同胞，用个是风来身倒的身佛啦，每一个人啊，拢是要来救众生。咱每一个人拢是爱有风来身倒的文化的这个要求啦。咱爱教导这个大陆同胞啊，互因这个啊做宗教文化的内容。咱话台湾人有做到无？台湾人做无到，台湾人做无到，台湾的劫数接袂来。天是公平。
大陆12亿人口，台湾2000万人口，这个中间未使讲哦，2000万伫哩好康，2000万人伫哩好康，12亿个人伫哩好伊歹康，天顶咧运转，哦，所以呢，这个倒去嘛是得转，咱台湾人也无少福，台湾人也无收到咱台湾人个天命啊。这有一天，原来是引起大海中间无啊大弥补的浩劫咧，所以他有这个急顿法门哦。啊，所以祖尊啊，伊的苦心啊，伊95岁正道啊，这个中间啊，伫台湾人啊，奉天命来台湾传这个急顿法门，有伊相当的觉醒，相当的觉醒，所以爱珍惜着啊，珍惜着咱。每人啊，每一个人的这个使命啊，使命啊，啊，这是在讲到这个宗教修持的范围。咱伫台湾内底，真济各宗教各派门啊，因我那拢去，拢去接到这个，这个啊做天命的教示啊，啊，有的较悬，有的较低，有的较济，有的较少。但是每一个人也法度在个人的范围上中间来精进，互相包容啊！相信着以大海中间洪来生道的这个啊，3000年以来啊，啊天顶对咱台湾人的期许啊，啊的期待啊，会用把台湾变作一个神佛的圣道来教化着全世界的人类啊！啊，咱有这点天命。那灵体以下这部分，咱先讲到这啊。过来讲如何对这个灵的修炼达到一个真正灵体的大突破，灵体修炼加灵体的大突破。这个中间爱克服是因果，因为因果所造成的这个肉体差异，以及后天所带来的这个习性，拢是掺杂着变作修道的魔障。这些都会变修道的魔障，所以修到这个魂的境界，要是无法度突破就命运了。人类的命运周期一定要修到灵，灵体的突破应当全身啊，全身体气机的发动，伊会产生一种波动，叫做浩然正气啊，浩然正气啊，因为咱灵的力量是对大宇宙来，大宇宙大空间来。啊，这浩然正气就是大宇宙大空间的力量啊！伊涵盖着整个身体的气机运作，灵的波动，它有法度突破着这个因果业障，它有法度使无形中嘞透过种种啊阴气、邪气、怒气的方式嘞，哈、啊，伫个身躯产生业力生息的因缘啊！好、啊，这个因缘啊，无有发生啊，所以。为什么在这个明师上进加持之下，你有这么大的这个发现？就用变成克服因果在身体所要产生的业障啊！但是讲要消业障，就是靠啥呢？靠修道，修道就是啥呢？你爱发一个愿，这个愿力配合咱修道，它会达到这个灵修的这个阶段。灵修透，我都去破愿，破这个业障啊！这讲起来就是安尼。要发生这个不幸呢，你就爱家己动咧，动啥？动这个业障。咱人来都透过家己本身的修行来了断掉这个因果业缘啦。啊，有人修灵修到某一个阶段，伊有法度替人负担一寡业。啊，像师尊呢，师尊伊就负担大海强业啊。归天的时阵，伊把这个业归个拢甲消化掉。啊，怎归天？这总共都是伊修道。修道修到这个灵的阶段，伊有一个累积一挂这个啊做资粮啊，他我都去负担众生业啊，所以像耶稣嘛同款的，耶稣是负担这个希伯来人的业，等于是危机啊。这个甘地，印度的国父甘地啊，去负担这个啊印度人的业啊，啊要救印度人啊，去让因本身印度人甲拍掉，用钱甲。强调牺牲的啊，这所以这个业从无形的修道啊，啊到真正能负担有形啊有形的这个业障啊，这个中间是相当的这个牺牲奉献
啊，天主教的救恩法门就是希望要做到这点，所以师尊归天了，伊伫天顶嘛含咱咧配合。啊，希望讲透过精神的力量，会用救到咱的第三期的天命。啊，用精神力量救台湾，卖发生着这个大海战争啦！啊，过来就是讲啦，咱若人要相拍，咱就一定有一个。有一个迄个相拍的这个动机嘛，这个动机是属于精神，属于气氛的。啊，咱咧修道甲这个灵的范围，伊都发到发出这个浩然正气、祥和之气啊，来这个啊化消掉这个薄的之气。这个气氛也好，两边交配就未歹，两边交配未歹，这个有形的灾难就会发生啊。哦，啊，所以咱咧讲这个先有精神，才有物质啊。先有这个啊，做动机，套动作啊。咱先对这个动机甲精神这方面甲化解呢，这个动作哈、啊、都未发生。这是叫做精神化缘有形的这个结束的一种方法啊。所以呢，虽然到一个阶段，这个大师级的，伊用替咱负担一寡生命交关无形中要发生的事件。啊，所以一旦你的行为、你的思想，啊，无法度含这个大师，还是含这个人啊，不台湾这个人在修持灵觉的这个人，啊，慢慢啊，同步的时阵啊，啊，是讲你怎呢，轻松出来懈怠，这个老师把你放弃掉，你含伊的路断掉的，你的灾难马上就爱发生，因为你的灾难是在去保护之间。保护之间去，甲你砍掉咧，无互你发生，啊，是别人甲你保庇掉，啊，希望你好啊修道，我甲你保庇掉，就是希望你好啊修道。阿摆你嘛变做名师啊，有法度去保庇别人，这个意思啊。所以做老师的人呢，压力真大，天命真大的人，伊的这个灵能，这个灵含天交往的这条线特别畅通啊。啊，层次畅通的程度哪管伊的天命哪大啊！啊，伊的灵有法度涵盖真侪天命少，甚至无天命的人，这点真重要。所以天地教咧讲，天命甲救劫，天命的观念、天命的精神、救劫的原理啊，这两行是合作伙。这天地教咧讲，这个急遁法门嘛，希望靠着这个基督上古的力量，战胜将灵的灵场啊！啊能场啊，来涵盖真侪无知、无天命的天命少的，也是讲阿未接受着天命的原因啊。在这个包含之下，互因我都在稳定中咧度过危机啊、危机。所以咱在这个啊奋斗啊的中间咧，这样讲是众生咧，先去欠着咱的债。因在无知中间咧，需要咱去引导，所以咱爱开发音啦啊。啊爱去防堵，让因了解有这个代志啊！一旦天主教停止着这个宋教的这个灵力运作啊，宋教就是一种哦，祈祷着这个无形应化有形力量的一个精神符号啊，精神符号啊。那一旦怎啊停止着这款的精神符号，这款祈祷力量？啊，有真侪人个灾难，真紧就无形中发生。所以时阵伫迄阵伫华山献花时阵啊，啊，吴宗南将军啊，胡宗南将军啊，在大陆西北啊，迄阵去求时阵讲，日本军伫哩较早，伫哩较早，互伊这个军事设施拢无多设备啊。真侪人讲，安尼即做即款献花，就是增加枪炮武器啊。那去求一个这款的修道人，啊，师尊甲讲，三天以后天降大王啊，恁较紧认真落去啊，构筑工事啊，就是较紧落去做军事设施啊。果然呢，三天呢，天降大王呢，吴宗南中啊，这个将军呢，下令紧急开始呢。啊，做好军事设施、防卫的这个设施。日本军啊，要派飞行器甲炸，经过这个云内底入去，拢总看无。这款代志伫大陆足侪人知。吴宗南将军、胡宗南将军，
啊，伊特别为着这个代志，伊讲我有影去救伊，有影有这个人，这个人用无形、用外有形的方式来去救着啊西北遮的这个军民啊，写一张批来印证这个代志。所以，自尊呢，伊是这款人，用无形的力量来解救着有形的劫数啊。啊，咱每一个人都是小自尊，咱每一个人都是有这款能力。咱修伊个看家，咱个认真来修道啦。这修个就是叫做急顿法门啊，开天门啦，啊接天运啦，行天命啊，认真来做救劫个大愿啊。所以修行需要去保庇别人，保庇别人本身会去接受着一寡痛苦。这样讲是修炼个考试啊，每一个人爱了解这点，所以哪有讲安尼？平平安安啊，吃好修边毛苦，对方有这个能力啊，去讲帮助人啊，这个能力嘛不是啊，嘛不是你讲啊、哦，我就特别高，我才特别好尊敬，不是安尼。你是啥啦？你是一个奉献者，你是一个牺牲者啊。所以真正咧修炼的人啊，讲啊修甲圆圆肥肥，真快乐，一世人怎啊归天啊？这是在享受福报，享受福报。拢是真超凡，哎、欸，超众生之超，大超大凡，所以人讲烦恼嘛是一个菩提，最上是咩啊？烦恼是菩萨心啦，看你是烦恼鸟脚尖呢，还是烦恼大局啊？为着要救救的这烦恼大局，但这款人呢，受到天的爱护，受到天的加持。灵的修炼，因为伫带着70%善福的加持，一旦你的修炼停止，还是讲你的信心受到动摇呢？马上才会上升高进，停止继续为你加持啊！就是在讲，唔好加浪费在你的身躯，即个身躯就讲，无要搁浪费在你的身躯啦！啊，无要像浪费无形这个力量加入来这个灵的力量，因为你。无法度继续啊，发大愿要去涵盖着别人啊，所以呢，无形中只要神佛甲你放弃啦，就等于讲啊，无你这个人同款，这个人变作啥呢？凡夫俗子啊。所以急顿法门嘛，就真紧，会用去修甲真悬的这个成就啦。啊，嘛会用真紧送去甲比一般人搁较唔好的地位。所以咱莫开玩笑，咱的修道上简单，但是你提来，不但你啥物拢无，天命嘛免讲啊，这会用讲是一世人上遗憾的代志啊，甚至会用讲是累生累世上遗憾的事情啊。有个人咧问讲啊，咱个人是毋是会发生即款事情啦、啊？是毋是会发生灾难啦、啊？我拢敢讲，一定会啦，是因为因果呢，啊，佫行倒来予咱嘛。因为咱修道的过程，第一无信心，第二无坚持，第三你受到无形中的栽培，你放弃，含对天的契约，你都有法度甲反背啊。人讲。祸罪于天，邪罪于天，无可导也，不必再祈祷了，祷告没有用了啊！对，啊，有个人讲，啊，我无修嘛是同款啦。你无看我即马嘛平安，是因为你即马无这款灾难啦，哎、啊。但是在因果转轮内底呢，会用跟对因果。到处转转转，转到无法度，安尼有一天怎啊停落？啊，讲一天有阵啊，你转到互你觉醒，互你转十世、二十世，有一天觉醒啊。迄阵已经嘛无即款法门啊，啊，叫做极顿法门。啊，无极顿法门的修行，你爱了真济真长的时间，用分析来引导片，然后连魂制片，对丹田练去10年。20年，甚至几十年，这个中间还阁受到真济因果啊，的这个啊做啊，甲咱干扰啊摩擦。
一般修行的这个能力无都涵盖伊遮的这个因果，因为啊无天命加持、急顿发明的加持，生活出来力真少。啊，咱讲到急顿法门，咁一定就是啊天地教他。人讲啊，诚心啦、啊，对感动天，一诚啊，诚啊，佮坚持啊。无这个法门主人，嘛有这个修炼的成果啊！所以我大家讲，唔是讲恁，大家人一定爱来天地教修这个法门，唔是安尼讲。我是基这个咧，针对着这个结运在讲啊，针对着即马很多结数在讲啊，对头啊咧讲到尾啊，啊师尊安尼苦口婆心在讲，就是讲这个极顿法门啊，是这个意思。所以状况上重要，就是必须爱你家己的力，拢去感动神佛啦，请人来跟你斗三工啦。啊，人讲台湾是宝岛啊，你无看，即马处处神佛拢要来跟咱帮忙，而且你也要修道，伊拢跟你主动的。啊，你无爱阁袂杀你啊！啊，你看啊，即马较早迄练仙道的人真济，修了嘛是属于地仙之类啊。啊啊，地仙之类的灵界，爱阁用三千公八百个来完成伊这个啊做照明哦。无阿摆，伊要讲要奉诏回天啦、啊，很难啊。但是咱即马是为即练即修啊，啊，会用讲大开方便之门啦、啊，啊。所以我个人，大家把握这个机会，共同。啊，来修持这个极顿法门，嗯，这个中间有的啊，这修道啊，你唔知真艰苦。较早大陆的修道人啊，伫山顶昆仑山，啊是这个啊，这个啊做白云仙寺哈，白云深处安尼底下咧修炼，修到尾啊，有的老朽死亡，一点啊成果嘛无啊，哈，所以你啊看咱的福气偌大，咱实在是足幸运的，所以大家爱去想这点。啊啊！有真侪人，这个介入到这个生死交关的时阵，要啊我帮忙啦。啊，我咧讲，我愿意帮忙，但是我有法度涵盖偌济，我就尽量来涵盖。但是无法度讲一世人啊，来共斗相共，无法度讲直直甲你包容起来，你拢无要成长，啊，干那靠人保庇啊？啊，无可能啊！因为啊，有个人呢，你甲救起来，伊个寿命有较长啊，但是对众生无贡献，啊，对因厝内底无贡献，对社会无路用啊，啊，啊，这当然到尾啊，都甲放弃掉伊啊，啊，所以咱做代志，敢若有一个目的，希望这个人对无路用啊，变作有路用，啊，这个人无修道无法关啊，变作有修道有法关啊。卖去浪费着污浊咱做人的苦心啦，污浊做咱人的苦心啦啊！所以人是万物之灵啊，这个灵就是吼、哦、为相当的意义存在啊。嗯，啊，希望咱就讲啊，咱两讲那多侪人，这家伙啊拢有路用，有法度天下众生所用，有法度社会贡献力量，安尼咱唔通去救伊，啊无救啥物路用啊？所以灵体也。头起生咧修的时阵，一个苦集啊内底啊，甲包含啦，甲保庇，到尾啊，希望伊寸道中间了伊的因果，了因果了，伊自发的，伊个有法度发心，有法度奉献奋斗，变作啥呢？变作天地之间的救急天使啊！这道理就是这简单啦，啊！啊，即马，那继续咧讲这个灵体啊。啊，年龄啊，年龄要涵盖别人啦、啊，要涵盖哦，涵盖别人就是讲去保庇到别人啦、啊。第一爱修习，爱个讲啊，我甲对方的这个业的啊，爱去修习到这个对方业的这个罪恶啦。啊，咱先爱了解到灵的出入口啊。讲到这个简单粗浅的，就是讲一定爱甲先天啊，这个力量啊，练成一个点。然后这个点灌注哦，对方啊，看你安那练。有个人练的点，伊就扛在这个手；有个人的点扛在掌；有个人的点呢，啊，练的点个人体质无同款，灵智无同款，发出的点有无同款的选择。
啊，磷含钙着粉，粉含钙着撇，对先天期进入后天期，然后到这个经络之期啊，讲这个电啊啊，这个电就是吼、哦，咱修炼的最后开始的这个初步的迄个所在就对了啊啊，所以炼灵啊，炼灵，炼灵第一个啊，作简单嘞。咱对这个啊，都心理障碍先开始啊，先克服心理障碍，这就是炼魂啊。心理障碍啊，炼了啊，就是叫做炼魂助魄，较袂去跟着感觉走了啊。啊，咱啊炼心理，咱啊这个心理障碍啊克服，咱这个人较理智，较理智的时阵啊，咱他有法度进入炼灵的阶段啊。所以这个点啊，这个点，这个很重要的。啊，我咧讲的这个点啊，咱即马讲的这个点，这是物质的点。物质的点就是讲，咱咧练气啊，要练到对一点气要拍倒出来啊，这个意思啦啊。即马，这个今仔日呢啊，所介绍的啊，先介绍到这啊啊，后回呢，咱来讲对这个啊做。啊，维持生命啊是啥物啊？这道理开始讲啊。